欢迎收看《台湾启示录》，我是孟翔。现在台湾很多的监狱，他们的收容空间还是不够，还在想办法解决。不过在伙食方面的提升倒是比较容易，基本上呢，现在监狱里头的菜色都还算丰富。不过对于受刑人来说，还是希望能够吃到自己家人朋友从外面带进来的会客菜，吃起来的感觉就是不一样。而这位阿草哥说呢，受刑人喜欢的口味他最清楚了，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过来人，所以呢，在他出狱之后，他就做起了会客菜这一行。他说呢，会下饭的重口味特别受到欢迎，所以会客菜好吃的秘诀就是像是蒜头啊、辣椒、青葱，就尽量给它放下去。不过也有一些禁忌要小心，不要触人眉头了，那就是你千万不要送鸡，也不要送鸭，因为鸡跟鸭合起来就叫做鸡鸭，不是好兆头。另外香肠也不受欢迎，为什么？冬天凌晨五点多，天还没亮，夜深人静，新竹这间会客菜店家开始有动静。你好，你好，你好。草哥忙，忙下来。好，没问题，没问题。墙上时钟不到六点，阿草哥已经要出门采买食材。光天白日，咱嘛就痛苦的，哎，一回暗时啊，晚困有无？哎。叫人讲早起来，咱嘛无眠。啊，你无多啊，这你点菜你无买就袂使，之后也不会买菜啊，啊，拢用订的有无？这个介绍拢嘛，人塔足悬的，咱也唔知啊。像敢那攀啊，人讲偌济偌济啊。因为不是一般的餐饮业，会客菜客人是铁牢里的受刑人跟家属，做生意的时间要配合监狱接见时程，早上八点，下午一点。一天有两场，六点多去就都还来得及。你要赶几点啊？最好如果有办法，七点半就到那边；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在八点前一定要到。停好车，快步走向新竹的果菜批发市场。阿草哥对这熟门熟路。小黄瓜不？小黄瓜。七大杯杯。他妈都能包。七大杯杯啥？蛋姐，汤头哦，这要用很大量哦。看看菜色清单，一项项采买，少了哪样可以用什么替代？当场要补齐。糯米椒呢？糯米椒你要不？十个呢？好一个。糯米椒一个。哎，阿过来。他妈的有效。阿过来。好啊。麦刀三百，糯米椒你要不？千八哦。哎。阿哥，淘一包。34包，还要什么？阿哥。进市场时六点半左右，市场店家那么多摊，哪家的菜价廉物美，脑中已有采买地图，才不会浪费时间。买久了，他都会都有信用了啦，他不会乱拿给你。季节性也有差啦，啊，那个价钱嘛，买也要考量啊。我今天的车子停在南下那个三光汽车那边。对啊，你量比较大，你没有办法一直停。辣椒、蒜头那些用又很大，几乎。香蒜用量很大，为什么？对，监狱里面哦，因采酒嘛，人多，派分啊，你炒口味较重的有哦，伊较好配饭。两天就要用差不多5斤左右。才抓完大把大把辣椒，记者一个没注意，他窜到另一条通道。九层塔一斤给我。侧拍他采买，对摄影记者是个考验，得跟上脚步，还要反应快。阿草哥一秒不停留，最晚七点前要完成采买作业。菜的部分告一段落，紧接着沙拉油酱料一桶一桶叫。我有啊。采买大作战终于结束。快很准，花了20分钟左右。所以你这样一趟下来，你有在抓时间？我看你还有在看手表。对啊，刚好路线啊。所以你那个作战计划来之前都想过是不是？对啊，大家都是哪都是哪，安尼坐开顺路啊，就不用转来转去啊。所以你的原则就是快很准的对啊。差不多了，买物件就差不多啊。我带你带袂掉呢。因为诶，人民起码都还好，人民专人。
其实说穿了，一般开餐厅做老板的都有自己一套采买功夫，但是对阿草哥来说，这一条自己摸索出来的采买路线弥足珍贵。回顾过去，他的大半人生都在牢房里，每天走的都是被规定好的路线，甚至转弯也得走直角，时间管理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当他决心跟过去告别，原来人生掌握在自己手上是这种感觉。哎，三二五三还没来，啊，等你上回来。跟五老高鬼。没，没，嗯。那有没有送过？就是明明你买的，后来送来的不好吗？有，那是有哦。啊，嘿，看是东家啊，今天都退回去给伊了，是。回到餐厅，已经闻到扑鼻香气，好几道料理已经煮好。原来监狱会客菜出菜大作战，两路同时进行。阿草哥的姐姐跟女友在厨房炒菜，他外出采买，除了当天要用的部分食材，还要预先买好隔天的分量。鸡腿肉分装成袋装进冰箱，辣椒得先筛选。有的那阿姨那不行，那里面他那个要如果食物中毒，那个连卫生局都会去里面，那个很麻烦。卫生安全是最基本的，但要好吃有撇步。真有一种不成文的，对啦，因为菜关回来就是规房的人，大家拢文凭有对。你袂使讲煮甲足死咸，迄落迄像以前迄种甲菜脯，迄感觉多安尼一块菜脯配一碗糜，唔是安尼，又油又香，够香。因为我在那边关那么久，自己最清楚了嘛，我就告诉厨师，我说调味料那些该放没放，辣椒、那个蒜苗、青葱、多贵，反正该放就放就对了。伊讲，哎，桂山山免下啊，就讲无紧，你家下落，反正物件煮起来，通片起，片起来就足香啊，啊，食落就对哇，就最好配饭啊咧。看看阿草哥这天出菜料理，每一道都是色香味俱全，看了让人口水直流。和监狱或看守所内的伙食比一比，以台北看守所为例，这天记者来采访时的菜色：早餐青粥肉松什锦菜，午餐有牛肉烩饭、炸香肠、玉米浓汤，前一天还有鸡块、牛肉面、炒青菜。其实猪、鸡、牛都有，只是大锅菜叫清淡。因为用蒸汽锅在煮了，那个菜不是像我们这样用油用灰鼎去煮，所以哦，加开那样就无味，没有味道。哎，咸香他们也很难控制。食材它本身有咸味，那在炊煮的时候，煮好要先试它的咸淡，试到可以的话才起锅，不然的话到时候送到场次，那些说人吃的。他可能就会抱怨，他们一个月的话是1800块的护食费，那1800平均一天就60元，那一餐平均超20元。经费有限，为满足受刑人想吃好料，所方想方设法变换菜色，牛肉汤面呐，哦，还有那个麻油鸡饭、沙茶炒面这一类，他们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些食物。而农历过年期间，监所内高挂起灯笼和春联，也会有年菜料理，让受刑人感受年节气氛。像今年有那个，我们有活跳墙、花生蹄膀这一类的哈，还有那个炸虾、鸡肉卷。今年我们应景的就是糖醋无锅鱼，年年有余。我们长官哦有注重到这部分，感觉那个有那个家乡的味道。您这边在里面都有。专款的补助，像今年的家菜，我们不仅在伙食有做其他的变化，佛跳墙之类等等，有凤梨酥啊，我们还娃乐饼干啊，困苦的时候有人关心照顾，他出去的时候会改变，这个就是他会有一个感恩的心，可以回馈社会。年间业者的会客菜、年节料理大同小异，都是要让受刑人回不了家，还是能尝到过年的家常菜色。我今年是推出佛跳墙、惠山鲜、笋丝蹄膀，不止啊，啊红烧牛腩丢，
然而再丰盛再美味，还是没法照顾到每一个人的胃。尤其有的受刑人吃腻了监所伙食，想让白稀饭更有滋味，泡面内的调味包成了美味圣品。很多人会偷啊，泡一碗泡面时我倒半包，甚至那半包也有人会偷啊。我说像你这你不爱啊，我说我不爱。然后他一吃完的时候，还是没菜的时候，就是那包调味料倒到一碗稀饭里面搅一搅，就变成很有味道的稀饭了，跟那姜母一样那样。顿时变人间美味，对不对？吃腻公家菜，受刑人总期待着外面送进来的好料。有些家人能亲自烹煮他们爱吃的料理，但许多家属忙着上班，会选择购买民间业者贩售的会客菜。三杯鸡、梅干三层肉、糖醋排骨。还有泰式打泡猪也蛮多人接受的。排行榜前几名的菜色外，酥炸类很受欢迎。炸蚵仔、炸虾这种东西好卖吗？好卖，但是问题成本太贵。你撸其他物件如何卖？炸饼、油条或者水煎包是最普遍，每天早餐。著名小吃。哎，你吃到会嫌，吃到会烦。吃到也无想要吃，但是你内底无这个物件，你久久啊摕这物件入去吃，就好，加伊内底好吃就对。伊嘛感觉就好吃啊。炸鸡排，我之前也有一阵子也有推这个炸鸡排，一阵子之后人胃啊鲜啊，人就不爱吃，因为那个配饭不太适合。海带、肉卵迄个，你要配小煮会使，你配菜吼，配饭不适合。尝试推新菜色，却不是每样都受到喜爱，而且看守所羁押的被告希望赶快交保，家属去会客，香肠跟鸡鸭这三种不太会一块送进去。在羁押的时候啦，那鸡也没有什么禁忌，但是就是一个谐音，香肠台语怎么讲？就烟肠叫鸡鸭加起来就是延长羁押。会掉搞不完，他心里会这样子想，蹙眉头的。哎，好，除了这些禁忌之外呢，监狱对于会客菜也有明文的规定，包括是重量你不能送超过2公斤的食物，还有没煮熟的也不能送进去，带壳的海鲜也不行。所以会客菜在送到受刑人手上之前呢，都会经过严格的检查，避免有心人夹带违禁品，严重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整座监所的安全。比方说胡椒粉也不能送，因为你知道吗，曾经有个死刑犯竟然靠着胡椒粉让他逃狱成功了。来到台北看守所，这天采访时接见家属不少，按照规定得先抽号码牌等待叫号，如果要帮家人寄送东西，监所门市部内枕头、棉被、饮料、糖果、饼干一应俱全。我们门市部的部分，因为我们按照法规是我们一天一个收容人不能超过2000元的物品，一个收容人一天不能寄超过8000元的。好，但是如果说他有一些医疗方面，他需要可能住院啊、开刀，或是做一些假牙什么的，那这个部分如果超过8000的上限，我们还是可以让他收的。那如果家属远道不方便来，那我们是可以接受那个汇票。寄物寄钱有规范，寄菜层层把关。家属送来的菜，不管自己煮的还是民间业者卖的会客菜，都要按照规定。菜肴跟水果重量限制是不能超过2公斤。好，然后比方说那一些如果含酒精类的，还有中药成分的，还有没有经煮熟的食物是不能够寄送的，像大骨类，好，或者要去掉骨头，或者是像水果都要剥开切开才可以寄送。海鲜哦，它是因为夏季的时候比较容易坏，你知道，所以尽量不要寄，生鱼片不能寄。生食的东西监狱里面都不能寄，所以我们有一个输送带，哦，跟机场一样，输送带把这个菜送到我们物检室，啊，物检室里面有监视系统，监视系统全程照出来，让家属可以看到我今天寄的菜，哦，经过你们检查。
监视器全程录影，家属同步监看，检查作业透明化，以免有违禁品时有争议。藏的东西就是毒品就已经很离谱了、啊，海洛因、安非他命啊，还有那个针头啊。伊早有现金嘛，因为人分还未开放，伊现金伊才买分啊。民国七十年犯下台湾治安史上第一起运钞车抢案的主嫌苏俊摩，遭到司法判决死刑定验。苏俊摩当时坐牢时，曾利用家属送会客菜时，把肉块中夹藏的钢锯跟铆钉夹带进入监狱，把脚镣铁栓锯开之后，插上自制的铆钉，随时能够打开，等到时机成熟，居然让他逃狱成功。像以前大谷那时候还在可以记的时候，那有人是把它镂空，然后里面藏的手铐、钥匙啊，或是其他的一些针头之类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有辅助，除了切开检查之外，或去掉之外，我们还辅助金属探测器的检查。花椰菜里面就是有铁钉，它把它夹进去，所以花椰菜梗的部分呢，或者是像空心菜的部分有梗的，或是芹菜那个空心的部分，我们都会切开检查。有人是曾经拿那个胶囊的部分，胶囊的部分涂黑，然后就是跟豆豉啊，像黑豆那种样子东西一起炒进来。那我们同仁捡到，这样才知道里面是有毒品的成分的。那有的人我们有捡到过是，它柳丁是整颗的，然后一切开发现它是镂空的，然后它是里面藏的毒品。还有就是像小管的部分，小管的部分因为它是管状的。那有人是藏了毒品在里面，我们剪开才会发现的。而且糖汁要沥干，防止混掺不明物，而提袋得用透明塑胶袋，避免不孝人士动歪脑筋。比如说袋底呀、或者是把手的部分，它可能会夹藏或粘了一些毒品啊，或者可能就是有夹一些烟啊，或者是槟榔，就是一些违禁物品。另外，像是冰糖、盐巴等结晶颗粒物，或是各类粉末、调味品，都是禁止项目，因为可能被混掺毒品，肉眼不易辨别。其中，胡椒粉是因为有前车之鉴。胡椒粉不行的最大原因就是之前有一次有一个在开庭的时候撒胡椒粉，撒到法警的眼睛跑掉嘛。法警说他有。撒了一把那个好像胡椒之类的东西啊，很呛的东西这样，他有撒了一个东西这样，然后这个动作以后，他们两个人就跑了啦。主谋是他，过去一名死刑犯甘兆旭，趁着法警押解去开庭时，拿着预藏胡椒粉撒向法警，成功逃走。这个也头壳做，那头壳嘛好好到敢那鬼，这个人嘛头壳嘛就好。你有跟他一起？我爱人真唔知是，你把手啊是伊搭拄着，对这人印象啊？我刚刚这人真甜啊，他其实，对，他个做。防范类似脱逃手法重演，胡椒粉是禁忌，而每一包菜必须贴上寄菜人名字，要送给哪一位受刑人。如果藏违禁品，马上能就责，而且还有另一项功能。那有一些会怕说他的仇人啊，寄菜的时候会不会放一些泻药啊，或者其他的？这里就是台北看守所的接见室，我们观察到的是，现在每一个接见室呢，除了是独立隔间之外其实隐秘性做得非常的好。而家人来到这边之后，就是通过电话的话筒来跟里面的家人会面，透过这一片透明的玻璃来一解相思之情。而我们观察到这片玻璃其实是声音敲起来非常的厚实，原来它其实是一片防弹玻璃。国外有些这些案例啦，甚至在接见当中，也怕说他拿一些不法的工具要破坏我们的门窗，都会有因为我们不能搜身，我们也不能说请家属要把所有的东西掏空，那也怕说他带一些不良的工具，也是怕会有劫囚的问题。对对对。接见跟送会客菜注意事项不少，有些受刑人不能天天接见，却想每天吃好料。过去曾发生以同房狱友名义钻人头寄菜的漏洞。
李宗瑞，阮朋友嘛有交伊关照会，伊有讲我听，伊有规工就对啊，伊就伫遐臭屁伊过去安怎安怎，有诶偌好过，拄偌好过，啊，伊就想要食啥，想要食啥咧，叫因老母来面会时阵，加寄包菜，叫用借人诶人头寄一包菜，啊，但是是大家食啦，毋是干来伊个人食安尼。在检索内想吃大鱼大肉，政商权贵花大钱动用特权，过去屡传不鲜。前国民党大掌柜刘太英，还有前台凤总裁黄宗洪，在台北监狱里享用了一般受刑人吃不到的顶级端午餐，有顶泰丰小笼包、粽子及鸡汤。媒体爆料是立委用特权疏通狱方，再由助理亲自送进监狱。监狱里面是也是一个小型社会，陪客餐嘛是比较啊，哇，伊大啊，牛排啥。有的人哦，会比较，会炫耀。我当以前也会有那个幼稚的想法，希望说，哎，就都较侪人来甲我看，外口食的菜来，感觉袂输，感觉较有竞争安尼。大家会比来比去。新竹监狱，我所知道的，龙虾跟鲍鱼、乌鱼子。这三样东西不能让你进，不想让你说造成那个家属负担过重。关久了，体悟到每次家人带来会客菜，其实是为他带来希望，代表家属没有放弃他。有天，他脑中闪过一个念头：既然吃了大半辈子的会客菜，或许出狱后能够做这门生意。一桌菜千外块，啊，我就认为说千外块应该让。够啊好了，今天换做我来做哈，我可以把价钱压低，啊也相对的也可以减轻受刑人家属的负担。一包菜800块，我想说成本哈，最多哈应该400-500块就够了，剩下300块就是我的利润，你知道，啊一天卖10包就有3000块，20包就有6000块的利润。要是一天赚6000，一个月下来120万进账。他盘算着，监狱内朋友多，通通是潜在客户。我在新竹监狱总共关了16年，16年多。还想说哦，啊，因为进进出出也有很多人嘛。啊，我想说，我出来的时候，这些人，因为我这边卖菜，他可能会来给我捧场。出狱后跟以前同房的舍友一人出了15万，在新竹监狱附近租了店面卖起会客菜，就把风声放出去，结果刚开始做也有达到那个效果。第一个月咱的好朋友认为会来甲咱捧场，拢有捧场来买，有诶甚至一届了对吧，来买20包，伊豆豆仔食。只不过想的简单，却跟现实差很大。我认为只要这样子做，一定会赚钱。啊，只是我不知道，我关那么久，那个外面的物价跟以前我去关之前，那物价已经差，哎，对，真的。那是以前我会记迄地吧，一斤才几十块尔，尾下才知影迄三层一斤才100外块。我伫去关迄两阵，吃啦面、煮碗碗，嘛有15-20安尼啊。啊，尾啊出来时阵有大波啊，变40啊。一切事情不是像我所想的这么好。在新竹监狱关了16年，外头的世界都变了。出来之后，阿嫂哥他能做什么呢？他拿起的锅铲，开始做会客菜，这是他拿手的事情。但是谈到做生意，那可就完全门外汉。他不会掌握成本，不会掌握开销，让他每天开门做生意都赔钱。万一生活过不去，他又走了回头路，那怎么办呢？差不多要出狱了啊！阿草哥盯场催促着加快动作。太晚去会没有停车位，就没办法停比较近。我们要找到。几乎每天嘛这样。每天都在赶这个8点哦、嗯。这小生意就是赚利润很薄了，就是
就是三顿会得过安尼。讲要赚大钱较辛苦。无可能啦。店面做生意舒舒服服的，为什么大费周章出动会客在行动餐车？原来是抢救生意的变通之计。有诶，教会伊才打电话给我啦。给我时阵，我搁包后头爱搁徛去，等足久有诶吼，较无耐心，等久诶人会烦，所以伊无在了安尼继续安尼甲咱买。毋是讲伊无爱甲咱捧场，我知道那些问题存在。朋友建议买车当行动餐车，直接开到监狱对面找位置卖。他回想起第一次面对客人时不知所措。因为我唔捌做过这种生意，都开始就是面卖红嘛。一定要叫我，我无法认错。好，我来恁车袂到。反正就是看人，我就感觉歹这歹势安尼。第一句话想说，我是要安怎甲伊讲安尼，还是？不啦，伊那阵拢靠伊嘛，伊就是我看他怎么用怎么用，用久之后我也会开始，就是客人来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啊，那个我哎对，完全释怀应该是好几个月之后了。不改变不行，否则那时客人一直流失，加上每个月店租、水电、瓦斯、人事开销、食材费用，开销庞大。哎，猪肉一盖就对哦，我买拢爱买百外斤，三点加肉、肉丝，迄加加起来一盖买就对啊，叫就对啊。伊一礼拜就去省，爱万五六块。还没有算牛肉。对啊，还佫鸡肉用上啥？青菜类较简单，青菜爱配料迄个对啊，差不多四五千块，两工。现在他满口买菜金，当初可赔惨了。菜处理一天就是要十外项处理，买不到电话卡回来，随补我随送。那今仔生意歹，回来歹势，该倒爱倒倒掉。哎，喷汤就伫阮遐边仔尔，迄家喷汤唔知是当初是为我设的，还是安怎，我也唔知。大家喷汤快要过年，应该生意会比较好。结果反而不是，可能将近因为要过年的关系，大家都把钱省起来。做中学，但这学费还真是贵。第一个月赚钱，第二个月打拼，第三个月开始了钱了以后，一直了了了了了了几年，了到袂动了，啊，拢嘛一挂兄弟听我，尾啊，即摆开始赚钱，才达到刚处理。讨位只要霸王了，惨赔上百万，但他咬牙撑下去。因为刚开始阿草哥的姐姐知道他要在新竹监狱附近卖会客菜时，很不看好。我担心的是他又会跟以前的朋友又搭上了，搞社会啊？对，又搭上了，那很怕说又因为这样子的搭上又走回头路，对呀、啊，那到时候又拉不回来怎么办？那其实我三不五时的时候就会来这边看他，对，看他哎怎么样，生意做得怎么样啊？然后，嘿，对对，也就是观察他这样子。后面他就跟我开口，他就说：“姐姐，这样子好不好？你来帮我，好，你来帮我好吗？好。”那我就说：“好。”因为我看他是真的，我看他没有放弃，对，嗯，他我看他蛮坚持的。好，那我就答应他了。姐姐的担心起来有字，阿草哥一半的人生都在监狱中，过去朋友三教九流，万一又常跟老朋友见面，容易走偏了。简单来讲四个字，真的不堪回首。在五十一岁出狱的那一年，结果我加起来在监狱服刑还有军中管训加起来的时间超过人生的一半，我刚刚惊到，一个，一直无伊，干我啦！因为关一抓，变化啊抓，啊同寝的人拢无伊啊！啊，万一咱你关的时阵，老爸啊老母，万一哪安怎时阵要安怎？算无人碰到，因为三兄弟啊死甲剩我一个，煞无人甲碰到。
无够食，吼、哦、啊啊啊！妈妈敢若像你一个囝安尼啦，讲的话，那字字好像在提尖利来。之前因为累犯申请假释16次不通过，害怕来不及尽孝道，脑中浮现的是老妈妈每次奔波到监狱接见的身影。好几次都是天气那时候寒流来，我喂，哎，面会疼啊！伊在铁门啊，拖起来看到我老母安尼，哎，雨水，那个雨水还在头发上面，哎，伊看你安怎想？你知道？哎，咱实在不是不好呢，是就不好。这老母遐侪岁，咱无食个友好，伊个啊友好咱，只要伊当来看，当暗就对啊啦。我一定爱变到12点起，我才有在遐困。心内一直加，头壳一直加，一直想。我人生啊，还好多，好多加呢。重获自由后，努力卖会客菜。尽管惨赔1年多，咬牙撑下去。我这个头无空的，这太小的会碎掉，我要像那样子的才漂亮。哦，该有的不能省，蒜头、辣椒、香菜、九层塔，尽管是配菜，加一加开销也不少。不管你多贵啊，盐水进前当贵时阵，捌一斤500几块的啦。就照样买，照样用。照样买照样用啊，吃用的比较少一点而已。但是不能完全没有，不能省就对了。对啊。会那么坚持，是因为少一位就不那么下饭。他评估会客菜跟餐厅卖服务讲究气氛不同，卖会客菜讲究真材实料，新鲜卫生，菜色多变，肯定做得起来。既然有两家，就一定有办法比较。是。而且不止两家，还有一些做外送的。好像加起来有3家还是4家，我不知道，这是一定能比较的嘛。人家觉得说，哎，花800块买的东西值得，他就会跟你买。而家属去餐车买菜外，也可以委托阿草哥去接见寄菜，毕竟家属就是不方便亲自跑一趟。他不但没有多收服务费，家属只要透过电话或者是赖传讯息告知菜色，汇钱进账户就可以。青菜类它的波动比较大，肉类大部分都是固定的。青菜类的时候，并便宜的时候你买，等于说我的利润比较多；贵的时候我买的时候，利润相对的减少。就两种包对，你不能说转嫁给消费者。他就说多给人，要多给人家一点，他说。都给人家，我们不会吃，我们不吃亏啦。就一样3个菜给你，2个肉搭1个菜啊。我弟弟就是这样子，我弟弟说，不可以偷工减料，对，实实在在的，不可以偷工减，不可以汤汤水水的。实实在在做生意，踏踏实实过生活。2年多来，终于上轨道开始赚钱，只不过在他的内心深处很感慨。台湾哦，无论再怎么样的。不景气了，监狱会客菜这个生意永远都有办法做。为什么？犯罪率就是都对啊。来给我买菜的人是什么？他的家人亲属就是在监狱里面受刑的人。我赚他的钱很矛盾的，为什么？他来。伊来来甲我交关，就表示因厝会发生代志。伊来，我拢甲讲讲讲，希望讲吼，我们买卖的关系哦，尽早结束，就仅此一次是最好的。但是有的哈，回去每2个月又来买菜了。除了弥补家人，他最大的心愿是要帮助曾经跟他一样走错路、真心要改过的朋友。赚到一点钱的话，我可能会想要帮助的，就是现在在服刑，他的子女哈是阿公阿妈在带，但是他的阿公阿妈是低收入户，正因生活袂得过了对吧？因为暗等我会当甲福建。
他的父母回来找到工作之前，哦，你刚开始你都没有那个住的地方，还够讲吃饭，你也有成问题。好，那没关系，那我帮你。我如果在有能力范围之内，我可能会想说做一点回馈，弥补我过去对这个家人还有社会的伤害。